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邓超孙俪这对娱乐圈令人羡慕的恩爱夫妻档，不仅事业蒸蒸日上，就连家庭也是幸福的不得了。两人育有一子一女，并时常在微博公开疯闪。7月10号，孙俪先在微博贴出女儿在家搞怪的模样，调皮的小花双手紧紧抓着门把手，并将双脚也蹬在门上，一副认真的样子在那爬门。微博一出呀，网友纷纷调侃：小花活脱脱遗传了爸爸。没想到稍后邓超竟也模仿起了小花的样子，将整个人悬挂在门上，看上去相当搞笑哟。可是不比不知道呀，与小花的画面比起来，正如娘娘傅文说的那样，体积大小的区别就是一个萌一个蠢。这样的神助解让不少网友大赞娘娘一针见血，还引得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调侃：心疼门把手哟，什么叫做前一秒天堂后一秒地狱，请徒儿的爷爷小心点，别闪到腰了。更有不少网友大赞娘娘孙俪家的门质量好。